家里面有人吗？没有。没有人啊？你爸爸妈妈现在在干嘛？在彰化流浪。彰化流浪？那你平常是跟谁住？我自己一个人。那你平常要怎么过？去跟别人要面包。你选个分量多一点的，你才吃得饱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不用不好意思，我说我请你吃就请你吃，好不好？你再挑个喝的，你自己挑。然后想问他说发生什么事，说哎你怎么还不回家？然后据我了解，我问他是说，然后都没有回家，他已经没有钱了，他每天跟人家要钱要面包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啊，他现在也没办法上课。那你平常要怎么过？去跟别人要面包。你选个分量多一点的，你才吃得饱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不用不好意思，我说我请你吃就请你吃，好不好？你再挑个喝的，你自己挑。